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011年的最佳四项比赛奖双班的弟弟陈磊安。大家好，我是2010年 Miss Uno 超级名模大赛的冠军林玉婷。我是2012年最上镜头奖兼人气奖 Fly 哥哥陈明。我之前是游泳教练，那时候已经训练了一年多，然后想要让自己的一些成果给大家知道，所以我就报名了 Miss Uno。因为当初他报名的时候与我一起报，那时候我90几公斤，那我觉得去报名然后侮辱自己，我觉得说啊，这明年再去报好了。然后那我一年时间准备，我就瘦到74公斤。当初报名大赛的动机呢，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学姐们，他们都是有比过 Miss Uno 超级名模大赛，那我比学姐们都正啊，所以我想说那就来报名一下好了。自在参加不带责任，不是这样讲的啊。说得名就很厉害，那其实最重点是在后面的可能努力或是付出，对，那是去充实自己是最重要的。你们一定要抱持着拿冠军的心态好吗？加油！我们仔细超人气健身单元看观众反应，我们未来见，拜拜。